焦點視頻山村風水講堂的時間，熒光幕見到楊宗瑜師傅。是，大家好。師傅，上一集開始呢，我們就講緊這個2023方位的圖啦，大家都知道啦，那個方位呢其實每年呢都會變的，上年就五入中，今即下年啦，2023年呢就將會是四入中。究竟一個這樣的變動的時間呢，會不同的方位會有些什麼的關係，或者有些什麼的變化會出現呢？今集呢我們就繼續請教你講完下半 part 了。好， OK。 剛剛上次呢就剛講到田，現在開始呢又照回個數來計了，六就講緊七了，七就是對宮，七就是對卦，應該這樣說。個宮位咧就飛咗去近宮，呢、這個近咧就係東北位，咁啊即係呢個所謂叫七尺七尺啊呢、這個位。好啦，咁如果呢個有咩情況啦，即係如果又係講翻對應翻我哋個流運啊，所謂叫八白啊嗰、那個黃星啊屬土嘅話咧，七佢本身咧就係金啊，就是、涉土嘅啊，咁亦都係一個退氣嘅一個方位。而且對卦咧就係啲口舌是非嘅嘢嚟嘅，咁一般咧嚇，我哋七啊，亦都我講話破軍星，因為呢啲係屬金啊嚇，有破損嘅，如果你個口舌是非啊，開口咧又撳著你啦，或者甚至無咧，你有啲刀劍受傷都唔定嘅，咁啊好在咧，佢根本呢個位咧就本身係近宮呢個八白啊，咁啊對應。都是一個好的呢個地盤方位嘅，咁但係問題對個七嚟講咧係生旺咗，好得意嘅。咁好啦，佢如果講翻呢個對卦嘅話咧，就喺呢個宮位咧，有啲人咁講法，好嘅方面咧，其實一個係桃花星嚟嘅，七啊，因為呢個對咧加個言字邊咧就有個雪啊雪，亦都咧如果加個心處心邊咧。就有一個圓，開心的圓，說笑然又令你開心，即係其實咧，你一個識講嘢嘅人，咁啊即係話依個位咧半吉半空咧，如果你睇翻個聯頭咧，如果係唔好嘅話咧，可能你引起開口及著你啦，引起口舌是非啦。如果係好嘅地方咧，譬如話依個位咧開揚啲，或者某啲咧你見到有啲花花草草比較靚嘅話咧，咁都引致咧依個桃花位。都會唔錯嘅，亦都對卦咧，亦都屬於一個咩咧？少女啊，對卦屬於少女啊，咁啊啱啱咧，如果你話啱拍拖嘅少女而且出現嘅景象係靚嘅話咧咁亦都係桃花運亦都會有。咁啊，依個宮位就係屬於個對卦咁你亦都唔可以睇成話太差要睇翻個聯頭嚟講或者你睇翻你個本命嗰個宮位。這個是什麼數如果值回一個宮位是好的話或者你那個數是好的話對應回一個七呢也都是一個可以說利你的姻緣啦或者個人緣呢都會好一點有時候我們都利用這個七譬如說七加個一金水也都是利這個交際的要看回它的聯頭好啦，咁啊講完七之後咧，我哋就講個八啦。八咧就係我哋嗰個八運裏邊嘅黃星，咁啊飛咗去南邊。咁啊依個宮位係咪八飛咗呢個南邊就最好嘅話咧？其實就睇情況，睇情況就係話你依個宮位如果係聯頭好嘅就應吉，加埋你本身依個宮位咧，佢一個旺向嚟嘅咧，如果咁樣計咧，你就應財啦。今年咧。即係話我哋嗰個癸卯年咧，你就係一個應期咁本身咧，你如果依個吉嘅宅咧，咁啊即係話財又得，丁又得好啦，咁但係問題有時係八白去到依個位係唔好嘅話咧，本身依個宮位就唔好，所以咧依個應期一到咧就應衰咁啊好難講咁但係如果對應個卦理嚟講咧八白咧，我哋屬土個土嘅位置咧除了你的肚之外咧，近卦咧亦都係屬於你的手腳啲手腕有陣時咧，如果手腕受傷手腳受傷尤其是咧依個八咧係依個近卦係少男啊，細路仔啊，依個細路仔如果依個宮位
如果有聯頭嘅授黑，啊，頭先我講過咧，就係譬如話啲路嘅衝啊，啊或者有啲尖射啊，啊你睇翻出邊嗰啲環境係差嘅話咧，啊咁咧又會影到呢個卦咧就啊產生一啲唔好嘅嘢，啊咁可能對於啲細路仔啦，啊少男啦，啊手腳會受傷啊，啊如果你流月咧，如果飛咗個三壁啊過嚟同我一交嘅話咧，咁可能就手腳啊或者係。因為你做下啲運動啊，啊整身手腳都會有啊，咁啊依個咧就但係始終咧佢八八都係一個吉星啊，始終佢吉嗰方面咧多過好嘅，除非你個年頭係差嘅啦嚇。咁依個咧就係講緊個八八啊近卦嗰個特性啊。好啦，咁啊然後近之後咧就講翻嗰個九啦，就離卦啦。離卦咧佢今年咧。即係癸卯年咧，就飛咗去北邊啊。咁通勝嗰度都有講啦嚇。流年嗰個旺方咧就是、南北啊嘛，因為本身咧八咧就係、是、呢、這個啊流吉星啊，即係個運嚟講嘅吉星啊。九咧其實係一個生星，生星嘅意思咩意思咧？就生呢個八八嘅啊，下一個運你都九運啊嘛。咁所以呢個未來嘅生氣啊，呢、這個未來生氣，所以八同九咧喺呢兩個位都係好嘅。咁啊，本身咧九子咧，佢就屬離卦，屬火嘅。咁啊，火咧落咗咩咧？落嗰個坎宮，坎宮咧呢、這個就屬水嘅，本身嘅地盤就係坎啊。咁啊，水火嘅忌制。咁其實呢個位咧，相對嚟講咧，喺個健康或者咧喜慶嘅事咧都多嘅啊。如果你話呢個位係開陽嘅，甚至無你係坐北向南啊，或者坐南向北都好啦，你係一個應期話咧。財又運 OK 啦，啊，另外咧可能咧啊，適婚嘅年齡啊，或者適生產嘅年齡咧啊，你會見喜嘅，啊，即係可能會生兒女嘅，啊，咁啊或者咧啊適婚嘅年齡咧會結婚，啊喜慶時，啊九啊，咁啊一九相交亦都係水火忌制啦，身體會好啲嘅，咁其實呢個宮位亦都係唔錯。咁如果講翻個卦嚟講咧，離卦咧係主咩咧？啊，主眼啦、心啦，啊，就如果係入去嗰個好嘅嘢嚟講咧，個健康啊嚇，因為你人咧，如果我哋讀中醫嘅話咧，我哋就最緊要係水火平衡啊，啊，咁佢本身呢個火喺嗰個坎宮嚟講咧，佢屬於。啊！呢個水火忌制嘅情況，咁啊身體亦會好，咁所以呢個宮位亦都係一個吉啊吉嘅位啊。咁啊，如是者咧，我哋就一到九個數啊。咁啊，出年嗰個飛宮個佈置咧，就係、是、大約係咁樣啊。OK，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嚇喺風水上咧。有不明白的話咧，咁不妨咧就可以請教楊宗瑜師傅嘅啊，影片資訊欄咧揾到師傅嘅聯絡方法。咁啊，下一集咧，我哋繼續又同師傅講下其餘一啲玄學風水上嘅問題啦。OK， 好，拜拜。好，拜拜。